我可能想要做的东西太多了，可能会想做赛车手，滑手的话也可以，但是滑手的话可能会很难，跳舞舞蹈老师什么的。啊，我可能就画画吧，可能美术老师，做设计师什么，设计师老本行，然后现在就是想开一家那种西点店也不错。那你会加什么多少钱？免费吃，天天吃。当然，哇，绝对免费。点外卖。绝对，外卖不送。